我是在今年十一月份开始，现在很多人在做那个电商，所以想了解一下。有个 office 在这里，如果在网上面的话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骗人，是乱讲的这样子。写了亚马逊的那种运作啊，卖家的运作，怎么样去卖东西，选东西。我会介绍我给我身边的朋友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好像都是很多人在网上面卖产品的，而且实体店很多好像都是做不久。